为什么这里的景色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样呢？我应该没有记错路吧？哦，你迷路了吗，特瑞莎？我去前面探探路。嗯，前面好像有人过来了，不如找他问问看吧。救命啊！杀人了！银猫丫头，乖乖认命受死吧。前面美丽的、尊贵的、国色天香的大姐姐们，拜托帮个忙，有人正在追杀我。是猛徒的卫队，大家小心。Thank you.
Thank you.
谢你们救了我一命，弗雷尼感激不尽。那些人看起来像是梦图的军官呢，看来你惹了不小的麻烦哦，小鬼。我只是在附近的镇上跟那些家伙起了点冲突，然后就……小妹妹，请问你对这一带熟悉吗？我们想要找一位名叫新马的炼金士，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呢？你们要找新马大人呐？当然认识啊！严格说起来，弗雷尼也算是新马大人的徒弟呢。哦，真的吗？你可别骗我们了，小鬼。妈，这个大姐姐好凶，好可怕。可以麻烦你带我们去找她吗，小妹妹？我叫弗雷尼，叫我小福就可以了。我带你们去找新马大人，走吧。想不到还会有人想要找新马大人呢，真稀奇。我们到了，前面就是新马大人的家。哎呀，烦死了烦死了，实验又失败了，千方百计骗来的配方根本就不管用嘛。哦，新马大人，你又喝醉了对不对？喝酒的时候不要随便进行炼成实验啊，会发生意外的啦。这怎么搞的？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缸里的元素平衡失控了，这样下去会有危险。小鬼，你带了帮手来了，快点过来帮忙吧。啊？我们？对对对，帮我清理掉那些不断冒出来的魔物，我会趁机抑制住药缸内爆冲的元素反应。拜托，大家帮帮忙嘛！跟炼金士打交道，果然都没好事。Thank you.
脑袋还有点昏昏沉沉的。好痛苦啊。星马大人稍微清醒点了吗？少啰嗦，你带了什么人过来啊？我这里可没啥值钱的东西哦。不好意思，星马大师，我们是从瓦尔克利王国前来，想向您请教有关女神圣物传说的事情。哦，是瓦尔克利人？哈，什么那不大师的，你们怎么会想要知道有关女神圣物的事情？我们寻找女神圣物，是希望能够解决纳姆塔热所造成的灾害。解决纳姆塔热？你在说什么？小鬼，去帮我弄杯热茶解解酒，记得多加点莱姆液。没问题。的确，我是曾经试图寻找过女神圣物，因为在炼金士的梦幻清单里，它可称得上是传说之物呢。可以请你说得更详细一点吗？拜托你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很久以前曾经有一部著作名叫《艾斯加异闻录》。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寻找这本书，可惜并没有找到，只收集到一些相关抄录和笔记。其中一段就是有关于女神圣物的传说。艾斯加大陆的女神圣物一共有四个，分别是大地之石、风雷之石、潮水之石和火炎之石。相传女神圣物是远古时期四女神遗留给在艾斯加大陆定居的先民们的礼物。四女神告诉先民们，如果艾斯加大陆未来受到邪恶力量威胁的话，只要将圣物聚集在一起，届时四女神之力将会再次眷顾艾斯加大陆。只要我们找到所有圣物，或许真的有办法可以拯救艾斯加大陆。请问你知道这四件圣物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吗？唉，有关圣物所在地的情报可就非常稀少了。就我所收集到的来看，相关叙述都是以非常艰涩的古艾斯加大陆语混合各种隐喻来表达。例如，有一段文字用到了豺狼的字眼，而我的研究指出，现在被世人所称呼的圣山蒙星曼山，在过去的名字就叫做豺狼山。不过我曾经入山找了很长一段时间，却毫无所获，只剩下唯一一个地方我还无法仔细调查。在蒙星曼山上有一个古老又封闭的村落，名叫山立村。这些村民相当剽悍、野蛮又不讲道理，必须费一番功夫跟他们交涉才行。这不就跟我认识的某人一模一样吗？闭嘴，要我在你嘴里塞一颗被拔毛的乌鸦头吗？对对对对对。让一个来路不明的炼金士为我们带路，我觉得不太妥当。来路不明？谁来路不明啊？是你们自己跑来找我的，说话放尊重点好吗？你们别看星马大人一副轻浮的样子，他可是心思缜密、城府深沉的呢。他只是表面上不拘小节，偶尔爱贪点小便宜罢了，绝对不是个肤浅的人哦。小鬼，你再多说两句试试。我觉得我们还是去蒙星曼山看看吧，说不定真的能找到什么线索。情报我就透露到这里了，再来要跟你们算一下咨询方面的费用，一共是30枚瓦尔克利金币，要用梦土金币付款也是可以的，但就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赊账，不好意思。30枚瓦尔克利金币，我很乐意使用拳头付款。哎，想赖账吗？我可是街市上人称暴徒炼金士的新马，你想尝尝看我的厉害是吧？
看我怎么用我的独门炼金术整死你。两位先别激动，星马大师，这样吧，我有个提议，如果你带我们前往蒙星漫山找到大地之石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得到瓦尔克利，到时候我会付你100枚金币，你觉得怎么样呢？100枚瓦尔克利金币？是的，100枚瓦尔克利金币。我看你相貌非凡，有一股王者之气浮现在脸上，好，成交。太好了，既然如此，那我们明天就出发吧。哦耶，要出门